大家好啊，今日是5月20号啊，星期四啊，收市之后啊，恒生指数今日跌百零点左右啦，咁啊，不过呢就唔係全部股份都差嘅，今日有个特点，旧经济呢就衰。咁啊，個新經濟科技股就好喎，點解呢？資源股啊，今日哇跌到反艇啦，好多鞍鋼、馬鋼、重鋼跌一成啊！原因呢兩個啦，第一個就係內地嘅期貨市場有啲收緊監管嘅情況，擔心啊炒作過熱啦，這個炒咗幾日㗎啦，這個因素啊，亦都係叫做短線嘅調整誘因。當然我覺得外圍的商品的超級周期未完的，你調整過後整個方向都仲係上的。另一個因素呢，我半信半疑啦，因為 Bitcoin 冧檔，所以呢很多孖展斬倉各樣嘢呢就要肯搵 somewhere 去即係套現補倉，咁那個 somewhere 呢就會不會就係啲資源股份，你當係啦，即係呢個原因我係半信半疑。倒翻轉頭睇好噶啦，科技股喎。我成日話科指咧 ，ATM 咁 total 四樣嘢咧，科指加 A 加 T 加 M 四樣嘢咧，就必須要企穩三月份嘅低位。科指企到，騰訊企到，阿里巴巴差蚊，美團差兩蚊。咦？原來整整下咧有個失而復得嘅玩法喎，咁當然啦，仲有啲小米開始向上破位，網易開始向上破位，咁啊都貢獻唔少嘅。我估咧，科指咧有機會喺上個禮拜咧做咗雙腳，有機會做翻到企穩，係咪回升唔知，不過so far企到要企嘅位置。咁睇下咧，嚟緊呢個禮拜咧，嗰個氣氛上面持續改善，可唔可以令到科技股整體繼續喘穩？當然都要留意埋今日收市騰訊嘅業績啦。咁短線咧有機會睇多少少科技股